才华。嗨，大家好。嗯，你好，景麦王才华小姐，欢迎。是啊。嗨。秋哥。才华姐，别这样。好的，别惊，还是你惊，还是你惊。怪秋哥，你要拿好，你这样拿着很怪，很怪。你要拿，你这样捧着也怪怪的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哎，别这样更怪。哎，对，哎，对。就添就是添顶发财添，好，来破大性庙就是村有村，吼，大家添顶搁有村。哦，唔惊行情歹，你啊看这个这就像一个女财神一样。是，你是。虽然讲呢，即马时机真正歹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不用怕，只要咱认真拍拼，天外唔惊行情歹，绝对呢会予大家大发财，你讲对不对？而且就是整个气氛就会不一样，就对啊，所以而且真的就是会给人家那种，虽然说现在时机真的好像不是那么好，比较冷，景气比较差一点，但是其实有彩花姐在的地方就真的会很放松，就是会笑吧，有彩花姐的地方就有笑声呢、啊，是，就是我的功能也只能够这样，别这么说，对，我说，这个 MV 拍的很时尚哎、欸，彩花姐吗？现在是很多就是年轻的男生们的心目中的女神呢、欸，哎呀。啊，宅男女神吗？当然啦、啊，我会那个，我对，哎，我这是这样子的，自从以前我发了波比之后呢，大家都叫我台湾滨崎步，对，好对，然后后来就那个波比甜椒，好好的，宝碧天后，然后呢，现在大家叫我东方卡卡，东方卡卡，我们有一个女神卡卡嘛，对，但是我为什么会叫东方卡卡是这样子的，来注意看，那个金条这样子哈，对，然后从头到脚我一直卡来卡去，所以呢老是唱来唱去一直卡来卡去，所以我叫东方卡卡。报告一下，就是呢，之前的波比，那这一次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收金舞。哦，收金舞，之前有那个波比舞吗？嘿，对，波比，这次的收金舞就是现场共识吗？是这样子，就很简单就好，我们就这样跳好来，这样子收金好来，收金完之后来啊，把酒壶把它跨着两步，把酒回回不忘跨着菜乖嘿。对，所以就加一点比较趣味性、可爱一点的。哦，其实我觉得彩华姐每次那个不管是编舞或歌都很用心，其实都有很多我们在地他们的共同的一些文化的是，对，容易跟大家取得共鸣，没有又好奇又很可爱。对啊，哎，跳舞就很开心啊。对，是啊，嗯，好的，彩华姐，这家你们看美术跟那昂景没有？哪有那么美丽的昂景啊？这个能举手无？没有那么美丽的昂景呐。啊，所以就是很可爱啊。对。最后再跟我们大家再好的宣传一下这个。好，这也是我这个自从波比到现在呢，已经有2年了，所以呢特别呢精心策划的一张专辑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曲风，有拉丁的，有电音的，还有 rap。哎呦，饶舌呀！有饶舌，这么厉害！从来没听过，或我讲唱过饶舌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第一次。对，那里面有很多。还有恰恰啦、吉鲁巴之类的，所以呢，这张专辑真的很丰富。哇塞，等于是说音乐性也是够，然后娱乐性也够的一张专辑，对不对？对，非常感谢我的制作人哈、对，这个许常德老师还有陈冠子老师。好，一张非常欢乐的专辑，今天谢谢彩华姐了，谢谢，谢谢，祝你们平安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。